大家好，我是捷安特的 Jeff。今天捷安特全新推出全系列油品，针对自行车上五大项目以及各部零件都有相对应使用的油品以及情境。那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各部油品如何去做使用及操作。电动车的扭力非常大，所以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传动系统的负载是一般自行车的数倍之多，所以我们需要相对应的润滑油才可以来保护我们的传动系统，来减少异音，而且来增加传动系统的寿命。好，那我手上这一罐长效高张力链条润滑油就非常适合使用在我们电动车的传动系统上面，它有比较好的包覆性，所以不会在你电动车在大力输出的时候，链条油容易被甩离我们的传动系统，来进而保护到我们的链条以及飞轮齿片，减少磨损的现象。那使用我们这一罐链条油，只需要把它轻轻的滴在我们的链条上面。接下来我们需要来转动我们的变速，来让链条油包覆在我们的链条还有每一个齿片上面，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来保护我们的传动系统，来减少磨损以及增加寿命哦。